资讯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Lily。 这次爱玩妞来到冲绳，很多很多咖啡厅以及美食可以选择，非常适合拍美照。那我们一起走吧。冲绳的黑糖可丽露专卖店哦，而且它用的食材都是当地的材料，超好吃，有像珠宝盒般的水果塔。红玉非常好吃，因为它的泥打得很细致，然后也不会太甜。因为我是穿着比基尼在晒太阳吗？错，我今天是爱丽儿哦。是不是每一处都是网美打卡热门景点呢？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喜欢拍美照的人一定